系的茶园，酒匠风吹个不停。下午时分，阳光照射茶园，一片翠绿。老板范刚海信手拈来，告诉我们来的正是时候。最好是现在采最好。假如你继续剪的话，最好是3点过后到5点茶最好。从小跟着父亲种茶，务农30多年，脚下的这方土地是他半生心血。一眼就能看出土壤传达的信息。蚯蚓的排泄物。对对对对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个茶园它还土地还很有活性啊，它种的茶比较漂亮。肥沃富足直接展现在茶树上，悉心照顾的金萱、翠玉、乌龙，常在比赛中拿到大奖。有人说你的茶有加香水，我说我加香水不用钱。教说这自家茶香，范刚海多角化经营农场，锹形虫、独角仙数量庞大的犹如甲虫部队，还有珍藏的农具都是最好的教学资源。这是龙骨水车，龙骨水车，对对对，像这个完整的很少。一屋子的历史保留农家生活缩影，细细品味茶香，茶农生活的苦味甘味尽在其中。这是什么茶？客家话要怎么说？雅黑马盖茶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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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